哎呀，这些鸡毛白白肉肉，你看摘毛都摘脱了。徐东，你买些啥子鸡回家来哦？不得了，每次给我奶奶都要来赚我，硬是跟我打一架，今天又跟我两个。那我喊你去惹了嘛，你把你惹了噻，看我不得赚我。喂奶啊，那就要赚我，每次喂他他都要赚我，今天又跟我两个打一架，有啥子用哦？那鸡都打不赢，鸡都要骂到你，快点跟我告状。我真的做杨师傅出去，杨子也是的，出去绝食的，后来我包括在去了，还给打第一回的，现在喝了吗？给他弄去整点第一回，我杨师傅好得不得了，绝食。好肥！哎，这个人是不是做料理都出点业绩了？把这吸的捞出一块土里面，那包谷长得好得很，再给它整点干回来，样子才好水，样子也肯长的嘞。这段时间呢，雨水又多。还长起来了，之前说这土豆虫不生，看这落点雨就生起来了噻。这虫子呢？哎，看我这包谷还长得可以，看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好臭哦，不养子水。哎呀，这个空气是不好得很的，找得住不？这是羊子鸟，哎呀，清净。羊子是比那个牛屎还凶的。差点儿，我去提点儿。这里两个南瓜，还在那个泥巴的那边呢。哎，那就是，是嘛，臭兄弟。
才深。哎呦，好了，吃饭了。哎呀，吃嘛，不晓得我，又吃不完，吃完了我就不吃了。不吃你不饿？你吃得完不嘛？关键是还弄点了嘛，没好喽。好的嘞，还少吃。吃完了嘛，真冷喽。还凉嘛？炒成我跟他粘喽，不然他糟的好嘛。真的那么漂亮，干了嘛？不漂亮，还不是真的样子啊？哎，毛毛也走了，快吃喽！好的啊，毛毛也没得像样子噻，没得不像样子就要不得。